熊猫，对，我可爱啊，可爱熊，我想看可爱的熊猫，然后我想去上海，还去上海，因为我喜欢小笼包，我想去小笼包。说起来都是吃的哈，我们评论里面有好多这个评论在说，说也可以试试那个螺蛳粉呐、酸辣粉呐，这些好吃的。你吃过螺蛳粉没有？螺蛳粉有吗？还没有，还没有可能，一定要去尝一尝啊、哦！真的好吃吗？很好吃，好、哦、期待哦！你最近吃了什么好吃的？是啊，哎，豆浆，豆浆，豆浆，对对对，我早上的时候吃豆浆，豆浆，然后我最喜欢的是麻婆豆腐。麻婆豆腐，对，麻婆豆腐非常喜欢。哇，对，说的都开始流口水了。还有很多好吃的，对，大家也都给赞多提供了很多好吃的哈。对对，慢慢来，我们今天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好吃的在等着赞多，到时候可以一起去发掘一下。但是刚刚赞多透露一些小点，说第一个又提到了说他去四川肯定是喜欢我们的大熊猫。今天呢，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把真的大熊猫带到现场，但是我们准备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哦。小熊猫带到了现场，当当当当，熊猫，很可爱嘛，点赞多多多多多多哈。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哦，赞多，我们面对面见面的时候，你看你这个平时的时候，上舞台很多，表演很多，而且你自己很喜欢玩，而且很喜欢去海边。海边，对对，但是皮肤还非常好。真的吗？真的，你有什么就是保养皮肤的小秘诀？好，小秘诀可以告诉我们的。对，我们经常必须化妆，化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卸妆。卸妆，对，因为。好时间好时装是好皮肤、更好皮肤。对。卸妆就会有一个好的皮肤哈。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学到了赞多的护肤和这个好容颜的一个秘诀，就是一个卸妆的这个步骤哈。好啦，各位小伙伴们，今天呢刚刚赞多提到的这个小窍门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主角，就是我们 Deal 的明星限定款礼盒，我要请出他来咯。接下来当当当当。哇，外观就好漂亮啊。外观就非常特别的。特别的漂亮。有这个是草莓。草莓。这个呢小猫，我喜欢的小猫。然后圣诞老人的帽子。圣诞老人的帽子。诶，他还有一个诶。首先外观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哈。我要跟各位说一下，今天呢赞多会在我们直播间里面亲笔签名这款礼盒送给大家。所以你们现在就是看直播的时候迅速把直播分享出去，待会儿的时候会有这款亲笔签名的礼盒送给你们。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它好不好。好了，迫不及待了。你们做好准备了吗？来，三、二、一，噔噔噔噔！哇哇，好漂亮啊！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太漂亮了！看看看看，你首先看，哎，看到这个赞了对吧？对，很稀奇。哒哒哒哒哒哒！哇，这么多，你首先看到的是哪一个？这么多里面，你首先看到的是哪一个？这个吧，这个贴纸，我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贴纸真的超级漂亮，有点海上，很帅哎、欸，很多我，很多你还有很多草莓，对对对，很多你还有很多草莓，这个贴纸很喜欢，对这个贴纸，然后除了贴纸的部分呢，哎，我很喜欢这个耶，啊，有看没有？帅吗？这个我们的哇，钥匙的这个钥匙扣，我来给大家看一下。非常，这个好帅哦！你看，这个、你自己拿一下它。谁的？好帅哦！我的，我的。这个非常帅气、这个、哦，帅气帅气。你先就每次用它的时候，一定记得就锁门都会很开心，因为可以看到赞多这个帅气的样子，对不对？好啦，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哈，这个就很想入手，因为它我就很想赶紧入手这个礼盒。接下来是它哦，我们这个赞多的明信片哦，给大家来看一看。耶！帅不帅？好帅。帅吗？帅吗？无法反驳这个赞扬，确实是非常非常帅哈，帅吗？帅气的赞多，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是我们这个礼盒里面会有很多和我们Dior有关系的，和赞多有关系的，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非常帅气的礼盒。除了刚刚我们看到赞多的元素之外呢，在这个礼盒当中还有非常多漂亮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了这个草莓蛋糕限定款的，真的是名如其物哈，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草莓蛋糕，给大家打开看一下这里面、嗯、哇，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赶紧打开它看一看了。哇哇哇，这个里面就是一个草莓蛋糕的一个样子，非常的诱人，可以拿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外面就很像是一个蛋糕这样凹起的一个造型，然后纹路也很清晰，然后里面的整个的也是很贴心的哈。有没有想咬一口啊？呜对，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一款呢是我们的这个限量款的哈，然后是我们这款是我们草莓蛋糕的限定款，然后容量是这个是90克的，嗯，这个是90克的。我听说这里面有一款你特别、嗯、特别特别喜欢的，就是这一款。哈，对，是的，嗯，这个是这一款是这里面非常非常棒的一款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滋润款的。滋润款的、嗯、这款礼盒里面包含的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嗯、这一款礼盒里面呢，除了这个草莓的、嗯、这个蛋糕的这个限定款之外呢，里面呢、嗯、很可爱、嗯、里面呢还有我们的滋润款的。滋润款这款很好用。对对 对, 对，整个卸妆效果非常非常好。非常好。然后呢是我们的清洁款。嗯，这个是我们葡萄柚清洁款的，它里面有一些葡萄柚的成分，可以在夏天的时候清洁非常非常好。嗯，对。然后呢这款我跟你讲，所有熬夜的宝宝都应该有它、嗯、这款是我们透亮款的。哇，就是熬夜的。对，熬夜的，你皮肤熬夜之后出现皮肤暗沉的情况下用它超级好用，超级好用。最后这款是修护款的，嗯，比如说皮肤有些敏感肌的问题， 嗯, 嗯，都可以用它。这个是非常棒的一款这个礼盒哈，一共是有270克的卸妆膏，功效不同，而且可以满足所有的肤质去用它、嗯、而且这里面呢跟各位说一下，这一款是有各种不同的组合都有哈，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选择它，三种组合、嗯、然后根据你的需求去选择它。而且最重要的是里面有赞多的贴纸，有我们的钥匙扣，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好漂亮。然后里面呢还有赞多的这个卡片你自己拿一下这个呀。对，还有卡片，最主要的哦，里面有一句话要让你来看一下了，当当当当，这个哦，多效卸妆，多效卸妆占据你心，占据你心，多效卸妆占据你心，然后有一个大大的赞，看到没有？这个礼盒刚刚看完、啊、你觉得最想把这个礼盒送给谁？妈妈吧。送给妈妈。我想给妈妈。因为妈妈非常喜欢 Dior。非常喜欢 Dior。因为我的家人、嗯、我的妈妈，我的妹妹，我的姐姐、嗯、都用 Dior。嗯哼，真的都在用它，对对，非常好，非常喜欢，真的，赞多真的是 okay, 妈妈好孝顺的宝宝，把它送给妈妈。今天不仅仅可以送给妈妈，然后今天还可以送给我们今天在看直播的所有的宝宝们，嗯、也送给你们哈。但是我跟你们讲啊，这款限定礼盒，待会儿的时候要让赞多来给我们签上字，待会儿要送出去哈，要亲笔签名它。然后呢，跟各位说一下，但是要亲笔签名送出这份礼物呢，要看一下赞多的运气怎么样。你运气怎么样？平时的时候？运气还好吧，但是我是大家的 lucky boy、嗯、lucky boy 今天很好吧，要靠你的运气给大家送出福利哦、嗯、今天我们来通过一个小小的游戏来看一下赞多的运气怎么样、嗯、跟你们争取福利的运气怎么样哈。好了，来看一下上游戏，先来它这个你见过吧、啊、哦，我知道这个，知道，对，下午的时候我已经忘了这个、经常以前经常玩它哈。好了，今天呢跟各位说一下，待会儿赞多要玩的这个游戏呢是一个二选一的游戏，大家可以更好的来了解一下赞多，也看一下他是不是 lucky boy 哈。我每一个呢是一个二选一，然后你选完之后按下一颗牙齿，嗯，看看你能按到多少，嗯，好不好？好的。好啦，来，小伙伴们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和我们一起互动哈，来看看哈。首先第一道题目，小狗还是小猫？狗。小狗。好，第一个。嗯，哦，好，第二个，跑步还是游泳？游泳嘛。游泳、嗯、游泳。来。紧张。下一个，蔬菜还是肉？肉。那么坚决的。Okay, 对。好紧张啊现在。下一个，嗯，寿司还是拉面？这是最难的问题，我不可以决定。都想吃。寿司拉面。啊，今天我吃了寿司，所以寿司吧。寿司，好，哇，你真的 lucky boy、哦、很厉害、哦。下一个，嗯，番茄酱还是芥末酱？芥末酱，芥末酱，啊，好特别的爱好，喜欢吃芥末。下一个来看一下，喜欢喝咖啡还是茶？咖啡 OK。啊，都喜欢，都喜欢。但我每天必须喝咖啡，所以咖啡。每天
哇哇，你是 lucky boy 吗？ lucky boy 对啊， lucky boy。 然后下一个哦，喜欢吃哎，这个你知道，煎饼果子，煎饼果子吃过吗？吃过了，煎饼果子非常好吃，好吃。对，粽子，粽子，煎饼果子，我们做了。做了粽子，粽子，对吧？所以这两个选择你会选择粽子？粽子。要不啊！刚刚你们有录下来吗？哇，在这个吃的这方面有陷阱哈！哎，我们不妨后面的这个，我们也看看你会选择一些什么，好不好？也可以后面的题目答一下，好吧？好，你会选择防晒的方式是帽子还是墨镜？都喜欢，都喜欢。墨镜哈，还是酷酷的哈。然后下一个，你会选择早起还是晚睡？晚睡。我喜欢熬夜。他是一个熬夜男孩。好，下一道题目哈，来看一下。哎，会选择我们的Dior草莓款还是我们Dior的黑炭款？哇，草莓是特别的，草莓的是特别的哈，还是草莓控喜欢草莓，对不对？好啦，恭喜，全部挑战 OK， 还是很幸运的哈，真的，还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哎，好啦，跟大家说一说哈，刚刚是说到了我们的这个草莓，然后就提到了，就是我们不得不提到是我们Dior草莓蛋糕的限定款。哎，这个福利先给我们大家争取一下，用它来做一个五连拍，好不好？好的。来，赞助我们第二草莓蛋糕限定款，可爱的感觉吗？帅的感觉吗？都可以啊，都可以哈。来，想一下，好的，五、四、三，哇，好酷！二、一，哇，好帅，好帅，好帅哦！哈哈，对，好帅。然后截到图没有哈？谢谢赞助哈。对，刚刚的这一款我们草莓蛋糕的这一款的这个限定款，我相信各位都非常非常喜欢。我们刚刚承诺大家的说，在做完了之后呢，要让赞多给我们签上名字，然后送出这个，好不好？来，大家可以现在去签名，签名这一款，对，可以签到里面来。里面。对对对，里面。好的。对，打开的时候哈，哇，再次签一下，再次我们。好，再跟我们各位说一说哈，我们现在的这一款呢，草莓蛋糕的明星礼盒呢，正在我们赞多在签名当中哈，也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们走到直播间，我们待会儿的时候会开启链接，然后送出我们这个倒计时五位数，会送出我们五份哈，所以说呢，这个链接已经上了，是在我们二号链接，是不是？已经上了，是在我们的二号链接。这一款礼盒呢，跟各位说一下是限量款。数量有限，然后大家现在要抓紧抓手速，然后呢要记得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有更多的福利在等着我们大家。刚刚赞多的五连拍大家都截到图了，我相信呢这是我们今天送到的第一波福利哈，有，这是刚刚签名的一款，待会儿还会签出我们四份，一共是五份，我们要给大家送出去，要送出去，大家可以现在呢给大家，哎，给大家啊，我们这一轮口令是点赞多多多多多五个多，来点赞五个多哈，点赞多多多多多，来小伙伴们现在刷起来哈，我们现在刷起来，刷起来之后我们待会儿会给大家，哇，好漂亮，对对对，拿着它，好，打出来没有？我们现在待会儿的时候要给大家了，要送出五份哈，里面呢除了有一份我们的草莓蛋糕的限定修蛋糕之外，还有四份不同功效的我们的限定款，另外还有赞多联手我们Dior送出的钥匙扣、贴纸还有卡片等等，好不好？我们给大家来。倒计时了，好不好？好参与，好好参与哦。我们倒计时，好，五、四、三、二、一，恭喜！不知道是哪五位非常幸运的小伙伴哈，获得了我们这五份。然后待会儿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会在我们的屏幕上会飘出这五位获奖的小伙伴们，一定记得哈，迅速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客服的二维码，我们会把这个福利送到你的手上。我们待会儿还会有，并且我们今天助力值把这个分享出去之后，我们会有三位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会获得我们的赞多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哈，只有前三位是可以的，后面还有抽奖等着大家，好不好？好了，今天呢。哎，赞助作为我们这个Dior，我们亚太卸妆膏亚太地区的推广大使，我相信对我们的卸妆膏一定是非常了解的，对不对？对，很了解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赞助一起来讲解一下各种我们的卸妆膏的功效，也让赞助呢给我们的卸妆膏的这个程度看看熟悉的怎么样，好，好不好？来，要考验了哈。我们首先是第一款哦，
当当当当，因为这一款它是一个滋润功效的哈，也是我们迪奥的王牌。在我们今天直播间里面任意选择这样一款90克的卸妆膏，就会随机送两件20克的，还有赞多的明信片，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明信片哈。好适合带回家，对不对？来，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卸妆膏，给大家展示，给大家来看一看。首先这是一款，就是打开之后它是一个二重包装的保护包装的，对不对？对对对对。然后这里面呢，我跟各位说一下，这是一个卸妆的时候还养肤的一款卸妆膏，因为它里面呢会添加了31种美容的成分和24种植物的提取物，而且还特别添加了玻尿酸呐、神经酰胺、胶原蛋白、洋甘菊，在清洁皮肤的基础之上，让你的皮肤呢还有充足的养分吸收。对对对。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卸妆膏产品不含防腐剂、矿物油、香料，安全没有刺激，是经过检测认证的，对敏感肌也是非常非常友好的。我们看里面有个勺子，我们可以挖一块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你使用的时候，这样吧，感觉你在吃冰激凌蛋糕。对， 对，它这个卸妆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哈，而且给大家也看到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这个卸妆能力是怎样的。就这一下吗？来，我现在呢，手臂上涂上了这个，要不要涂在上面？要吗？哎，要。有吗？哎，这小小的一块哈、就够了。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 Dior 的这个卸妆的神奇的功效，就是这个自带的挖勺，用它。对。然后呢？轻轻的。对对对对，轻轻的。轻轻的。对对。乳化它。哇。轻轻的乳化它。真的很像冰激凌蛋糕哎。非常干净的感觉。非常干净。然后用完它之后呢，先第一步是用油的这个方式，然后呢，这个油性的，然后用一点点水，用一点点水沾一点点水，然后做一个乳化，给大家看一看。哦，我今天水沾的有点多哈，做一个乳化，然后哎，谢谢，好细心的赞多。来，今天呢用它来看一看，3、2、1，哇，看一下它神奇的功效没有，完全是干净的，干净的，对，非常好，对，非常非常的厉害哈，厉害，而且你摸一摸它是非常滋润的，对 对整个感觉是一个很滋润的，然后试用以后非常舒服的感觉，对，非常舒服，而且它卸妆的效果也非常非常干净哈。你是使用过我们的 Dior 的卸妆膏这一款滋润款的，你的感受是怎样的？我在那边的时候，我每天用了这个，每天用它，因为这是可以用啊，可以干净，然后以后非常舒服的，所以每天舒服舒服舒服，然后干净，非常，而且还很干净哈。好了，跟各位说一下哈，我们今天的这个库存是有限的啊。刚刚我们导演提醒我说库存非常有限，大家一定要迅速去下单。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这一款刚刚咱都提到它，在这个家里面也经常用它的这一款哈。这个平时的90克的售价呢是279，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面价格非常划算，仅需要239就可以带走，而且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这个是3号链接，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面，我们任意下一款90克的卸妆膏都会送2支20克的卸妆膏，然后呢还有一张赞多的明信片，任意的一款都可以，非常值哈。好嘞，赞多，除了我们滋润款之外，如果说我想追求一个我的皮肤想要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清洁的功效的话，你觉得应该选择我们 Dior 款的哪一款功效的比较好一些啊？这一件清洁款，清洁款，对吧？清洁款，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这一款清洁款。 对，这个就是真的说得很好，真的好，特别夏天的时候，对了，非常好，对对，夏天时候用它效果是非常好的。 对，而且到了夏天，我们都是很多人都是大油皮，像我会经常有那个油冒出来，对，然后这个时候用它，夏天的时候用它清洁款是清洁力度非常非常强的。如果你是油皮，如果在夏天的话一定要去买这款，这款控油能力非常强，而且跟各位说一下，这里面呢含有的是金缕梅的提取物，还有水解欧洲里以及越橘干叶的提取物，而且呢它里面的清洁成分葵酸甘油三酯呢具有非常强的一个清洁的功效。哎，你准备把这一款推荐给哪些人去用它？脸上除油的很多的嘞，非常适合，就是对款。你的小伙伴们需不需要它？你什么？
你们也需要它，对不对？这款清洁膏哈，真的，特别是你有这个草莓鼻的问题、黑头的问题，不要犹豫，赶紧去入手它。对对 对，因为特别是像平时的时候化妆的女孩子，也适合去用它哈。这个是在我们的四号链接，对不对？是在四号链接哈，这一款值得拥有它，值得拥有它。好了，我接下来要问一个大家非常非常想要知道的问题哈，就是你平时赞多，你在舞台上表演完了之后，对，回家做的事情肯定是要洗澡，对不对？洗澡，要洗澡，那你是选择先洗澡，还是先卸妆？先卸妆。先卸妆。对。为什么？为什么？先卸妆是更好皮肤。对对对。对，此时管用的是吧？一定要去先卸妆。你这个真的是美容达人，这个是对的哈。因为我们在皮肤洗完澡之后，因为皮肤的那个毛孔是张开的，对。然后你那个如果说没卸妆的话，那个里面那些东西就都到毛孔里面去了。时间太长的时候，皮肤不好，不好， 对皮肤不好，不好。所以先卸妆，要先卸妆哈，这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用处的。所以说我们刚刚这款清洁款就适合在我们这个洗澡之前去用它，卸妆效果非常非常好哈，是在我们的四号链接。小伙伴们刚刚提到的是在我们的四号链接。好了，刚刚已经成功的经过了两轮的考验。接下来这一款呢，一定要跟着赞多的步伐来看看该怎么去选择它。我来问一下赞多哈，如果我的肌肤受损了，然后呢我在挑选我们迪奥的卸妆产品的时候，除了清洁力度这个问题之外，我还需要考量它的哪一个功效？要考虑皮肤的修复。修护。对，修护。太棒了，就是修护的功能啊。如果你皮肤受损了，就要考虑修护。修护。当当当当。这个就是我们迪奥的修护款啊。诶，你发现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和我们刚刚的这几款。对。什么不一样？什么不一样？这个颜色吧。颜色不一样，对不对？颜色不一样。这个是绿色的，和你今天的服装的颜色很像。对。绿色。都是绿色的。对。对。这款呢是我们的这个修护款哈。刚刚这个颜色其实也看得出来，它里面有很多天然的成分，比如说像甘草酸啊，像我们这个里面还有这个蔓草精华。最主要的是它有一个滋养成分叫做高丽参精华，以及米糠精油，还有这个玉米高果糖浆，以及雏菊的精华都在里面。所以说它对于整个肌肤的修护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在这个大街上走路，比如说这个汽车，然后有一些脏的东西，大气的污染什么之类的，都会对皮肤不好。这一款就非常适合推荐给我们需要的这个小伙伴们哈。这一款我觉得它真的是肌肤的守护使者。对，守护使者。刚刚赞多给我们的这款修护款呢有一个命名哈，它叫做肌肤的守护使者。这款守护使者。对，这款守护使者呢同样也是在我们的五号链接哈。五号链接它的价格是239元。同样呢也是有我们两个20克的，然后这个赠送，而且还有我们赞多的明信片赠送给大家。哈，非常多哈，这个是在我们的五号链接，各位小伙伴们。真的很厉害啊，所有的这个全部都已经搞定了哈。我相信各位其实大家应该也知道说，就是我们就是很多小伙伴都知道赞多呢是一个喜欢熬夜的宝宝。喜欢熬夜的宝宝。好。你熬夜是非常厉害的吧，熬夜。熬夜，我非常喜欢熬夜。非常喜欢熬夜哈。好了，那觉得有一只的看一看它是哪一款。当当当当！赞多帮我们说出它的名字来好不好？这款叫什么？透亮款迪奥卸妆膏。透亮款迪奥卸妆膏，没错，这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需要熬夜的宝宝，肤色暗沉的宝宝都需要的这一款哈，我们迪奥的透亮款的这个卸妆膏，你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啊，来看有什么不一样，看一看。哇，这是那面的颜色不一样，不一样的。这个颜色是一个，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个是灰色的，其他的好像都是这个乳白色的哈。对对对，白色的。哎，好奇宝宝多多发问了，我要告诉大家是因为什么哈？因为这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成分叫做天然摩洛哥粘土。哦哦，对对对，哎，很好闻，对不对？好好闻。对，因为它里面这个粘土呢，它的这个功效是可以把我们皮肤里面，比如说化妆的一些污渍，还有我们平时的皮肤的一些新陈代谢的一些这个代谢物，都可以很好的去除掉。所以说可以有一个提亮肌肤的功能。刚刚你闻到它的味道是一个好闻的，对不对？好闻的。真的。这是因为呢里面是添加了白藜芦醇。
白藜芦醇，很多成分党应该都知道白藜芦醇这个东西对于整个肌肤非常好的，它可以清除皮肤里面多余的自由基，所以它可以抵抗你肌肤的一个防御能力，让你的气色看起来哎不灵不灵的不灵不灵的，熬夜也不怕了。哇、wow, 熬夜当心不灵不灵的。熬夜用了它也可以不灵不灵的。不灵的非常棒。谢谢。非常棒哈，这一款谢谢好，这一款就送给赞多了哈。跟各位说一下这个卸妆可以卸出好气色的，我们这一款我们的透亮款呢同样也是哈，下单之后呢会包含两件我们20克的卸妆膏，还有一张赞多的明信片。这个就在我们的6号链接里头，今天下单呢只需要239元、然后刚刚被种草的各位小伙伴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商城去了解一下，然后呢记得长按我们客服的二维码加入到社群当中，还可以享受更多的福利哦、一定加一下客服哈，会有很多福利等着各位、好了，刚刚是看到是我们的这一款已经被种草了、种草、喜欢这一款透亮款，好了，厉害，接下来这一款我也被种草了，一定要入手它，给各位看一下、当当当当当、哎、这款又不一样，外面看起来是正常的、打开看一下 OK 好的哇哇哇黑色的纯黑色的，这个哎，好奇宝宝们就要发问了，说为什么这个是一个比其他的更黑，甚至比我们透亮款的还要更黑一些、和各位说一下啊，这里面的这个黑色呢是我们Dior卸妆膏的黑炭款、黑炭款，这一款非常厉害哦，真的，它被称为是我们毛孔的清洁工、对，然后养肤的护理员，它里面这个黑色呢其实就是我们Dior专研的一个竹炭、这个竹炭这个黑色粉末是 Dior 专自主研发而成的、这个黑炭呢比我们未经处理的炭它的吸附能力提高了 15%、所以如果说你的皮肤有以下三种问题的话，比如说你的毛孔张开了、对皮肤凹凸不平的话、或者说你的毛孔堵塞了，然后有一些皮肤的痤疮问题、或者说毛孔呢哎下垂了，这个时候都需要用它来疏通一下你的角质酸、对，这个非常厉害，特别是有黑头的问题都可以、有种草吗？种草种草很多关注，很多关注哈，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好成分在里面，而且跟各位说一下，它里面的这个 Dior 的微粒子化，然后具有高强的一个吸附能力、特别是你有一些需要深层清洁的宝宝、特别需要入手它、这个想推荐给谁，是不是觉得男生也很适合，男生也很随便推荐、对，送给自己的好朋友，送给自己的工作人员、对，都可以，对吧？给你拿走。好了，这一款呢跟各位说一下是在我们的7号链接哈。7号。其实我们今天呢我们Dior所有的卸妆膏其实是适合任何肤质的。因为都有养肤的一个功能哈。好了，我们刚刚呢是5款我们Dior的卸妆膏已经全部介绍完成了。我要有一个问题要考你了。我们5种全部介绍完了。对。我们有一个我们Dior的卸妆膏护肤小课堂，好，刚刚那5种呢是根据我们皮肤5种不同的状况，对，考一下你觉得我们每一种皮肤状况应该用什么样的Dior的卸妆膏，有信心吗？可以好了，我们在看直播的各位宝宝们哈，一定哈，接下来和赞多一起接受这个考验，来看一下你最适合的是我们哪一款我们Dior的卸妆膏。然后呢，同时再提醒一下我们在看直播的小伙伴们，一定记得把我们的直播呢分享出去，因为我们最后有一个助力值，助力值前3的宝宝会获得赞多亲笔签名的明信片，我也很想要，全靠你们啦。好了，接下来我们的题目来了哈，哎，这个时候我跟你讲，有一个道具来喽。好，今天呢。多多老师哦，多多老师吗？好的，行。多多老师，你好，你好。多多老师现在变成学霸了，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天天向上。我们准备呢，是我们Dior的，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这5款我们Dior的卸妆膏，然后呢，分别对应的是我们5种不同的肌肤问题，然后让赞多现场做一个连线，有信心吗？可以好，我们一起来哈。好，第一个，肌肤干燥的时候，肌肤干燥的时候，必须滋润，选择滋润，它在哪呢？哇，好厉害，红色这款就是我们的Dior的滋润款哈，很棒，第一道题 OK 了哈。好，来看一下我们第2道题，如果你的肌肤过敏了，
肌肤过敏，对，需要修护的时候该怎么办？时候过敏了需要修护，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哎，对吧？好棒，啊，好棒啊！小伙伴们，我真的要去给赞多点赞了，嗯，好厉害！耶！接下来，嗯，皮肤出油了，出油了，长痘了。长大的时候，对，这个时候应该用，对，哇，好棒好棒好棒哈！如果皮肤出油了长痘了，这个时候呢要去用它的清洁款，要做好清洁，然后做好清洁呢才不至于长痘哈。好嘞，非常棒。接下来这个是你最适合，你刚刚说喜欢熬夜，啊，然后熬夜会肤色暗淡，啊，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熬夜的时候，这个吧，哇，这里小伙伴们真的特别特别棒哈，嗯，选择的非常对。熬夜的时候呢，适合所有的熬夜的小伙伴们去用它了，嗯，就是我们的修护款的这一款，适合熬夜的时候用。好啦，最后一个呢，用排除法应该能排除出来的是哪一个了？非常难，嗯，好难哦，拿着吧。有黑头有粉刺，好，该怎么办？黑头的时候，选择的是，对。哎，选择的是我们Dior的黑色款的黑炭款。哎，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刚刚有如果有认真在听课的话，赞多回答的对不对呢？在我们评论区里面打出来，对不对？他们肯定都说对对对对对。对吗？实际上就是对啦，恭喜赞多，谢谢，好厉害啊，要给你鼓掌一下。里面继续了吗？继续了吗？对吗？好厉害啊，不愧是我们Dior的亚太区的推广队大使哈，很厉害。然后这个全部都匹配完成了，待会儿的时候要给我们发第二重的福利了，在等着大家，嗯，第二重福利在等着我们各位小伙伴们，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记得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然后迅速的在我们直播间里面把我们的这个直播分享出去，我们第二重的福利呢待会儿要好多小伙伴们去适合送给大家哈。好嘞，恭喜恭喜，谢谢，恭喜多多老师。Yeah，眼镜你要继续戴吗？不用吧，不用，可以戴。好了，给你，哎，嗯哼，好嘞，给他戴上了，对吧？可爱吗？刚刚呢，我们是已经选择出来了五款我们的Dior的我们的卸妆膏哈。接下来，我觉得这款也是十分适合自己用，也是十分适合送礼的，嗯，就是这一款，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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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特别的。好漂亮，对不对？可爱吗？这个可爱，这是我们草莓款的卸妆膏，嗯，是在我们的八号链接，各位宝宝，嗯，这和我们前面的几个套组是一样的，都是239。嗯，然后外面你看，它也是哇，草莓，草莓，对，然后草莓的这个形状哈，非常有一少女心，嗯，感觉像不像有里面有糖果？你闻一下，哇哇。甜甜的草莓的味道，甜甜的草莓的味道哈，啊，对，很好闻，对不对？然后里面的给大家来看看，它这个颜色又不一样了，嗯，也是也草莓的，草莓的粉红色的，红色的，对，粉红色的。然后跟各位说一下，这里面是粉红色的，因为它里面呢，嗯，是添加了三种的莓果成分，嗯，然后可以滋润毛孔，同时呢还可以焕亮肌肤，嗯，这个味道非常好闻哈。你有没有看到它里面这个其实膏体啊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哦，不一样，所以你要试一下吗？嗯嗯，要涂在手上感受一下啊，要感受一下。嗯，好嘞，我们一人来一口哈，啊，对对对，有什么不一样？觉得，哦，不一样。嗯哼。有些哇，有一些那个小颗粒的那个感觉哈，嗯，跟各位说一下，这一粒呢是里面有一颗颗的这个磨砂颗粒，它个是呢我们非常非常喜欢，因为它里面呢是有这个磨砂颗粒的成分，一个是花瓣的那种颗粒，还有一个是糖，这个砂糖的颗粒，嗯，它是可以去除我们皮肤的角质，嗯嗯，而且呢还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的，好吧？哦，哎呦，这一款我们现在擦掉它，因为我们现在来，谢谢谢谢。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一款是在刚刚是说是在我们的八号链接，对不对？是在我们的八号链接，用的时候非常放松，嗯，非常放松，因为非常好好闻，嗯，好闻，而且所有的草莓控都应该用它哈。这里面而且还含有一个不伤肌肤的我们的弹力胶囊，可以清除我们肌肤当中的一些顽固的皮脂，还有老废的角质都可以。这个是少女心都要用这个的，对不对？嗯，对。好了，这一款哈跟各位小伙伴们推荐了，然后一定要入手它。还有一款哦，我跟你讲，这一款今天很多小伙伴应该会非常非常喜欢，嗯，就是草莓控必入的这个。哇，这个是和这里面的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吗？一样的，对对对。哦，这个登场的是我们Dior卸妆膏的草莓蛋糕套装，嗯，跟套装，对，套装。跟各位说一下，这里面的这个呢是和我们这个明星限定礼盒里面的，嗯，是一样的，一样的。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之处，嗯，这个里面呢有一个
是我们的这个面霜、哦、是有一个我们的面霜赠送的是我们的面霜、嗯、价格呢是309元、哦、是我们同系列的面霜一盒，然后呢是在我们的9号链接、嗯、9号链接啊，喜欢我们草莓款的需要的皮肤呢也是做一个清洁然后做一个滋润的、嗯、都可以入手这一款、哦、好不好，好啦，各位小伙伴们该入手的应该都是可以入手我们今天的这些所有的了哈、嗯、怎么样，就是所有的都完成之后我们是不是要给大家抽奖了？ 好抽奖抽奖抽奖好快开心快开始了哈，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刚刚提到的是我们明星线的礼盒，是在我们的二号链接，是在我们的二号链接限定款，然后数量有限，大家一定要赶紧下单，然后里面呢有90克的我们草莓蛋糕的这个蛋糕款的卸妆膏，还有4件我们45克的卸妆膏、嗯、然后不同组合按需要去选择，而且里面还有赞多的贴纸、钥匙扣、嗯、还有明信片都可以等着大家去选择哈。嗯，好了，各位小伙伴们，等候多时了，接下来要进行我们第二轮的抽奖了。嗯、我们第二轮的抽奖呢，这会选择一个90克的一个卸妆膏，嗯、然后呢还有赞多的一个明信片。嗯，我们这一次选择三位朋友。好，然后这次的口令你来说好不好？好，大家说什么呢？嗯，丢福利多多，丢福利多多。好，各位小伙伴们，丢我们的拼音啊 ，D-U-O， 丢福利多多。现在赶紧刷起来，这个福利非常重磅啊，就是要待会儿呢送出我们一个是我们这款90克的、嗯，还有我们的明星线，我们的这个明信片哈，明信片。好了，现在先打起来，小伙伴们打起来，告诉我们一声哈，我们现在要抽出来好不好？来。送出我们的三位小伙伴们来丢福利多多，丢福利多多，你来倒计时好不好？好，让他来说倒计时，丢福利多多来三二一，恭喜恭喜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小伙伴们有没有打出来哈，待会儿的时候呢我们会抽出我们三位小伙伴们送出我们这一轮的奖品，待会儿会在我们这个评论区里面会公布我们的中奖名单，然后没中奖的小伙伴们也不要气馁，我们会有三轮的抽奖，然后待会儿的时候呢还会再送出五份小伙伴送出精美的奖品，也不要忘记了在我们的长按购物车里面的社群二维码还有更多的福利等着大家、wow. 好不好，好了，接下来呢是我们这个福利时间，今天在看直播的各位宝宝，哎，我知道昨天你刚参加完那个818，对，818的节目开心吗？开心，非常开心我是放二代所以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哈、嗯。今天我们让你再开心一下、哦、因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小开始直播的时候、嗯、我就看到很多你的粉丝在评论区里面说好期待赞多接受这个挑战，你害怕吗？嗯，害怕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恐怖箱的游戏环节哈、嗯哎。然后跟各位说一下，如果呢赞多挑战成功了，我们就会呢哎恭喜一下刚刚中奖的赛甜甜还有 SNOWCAT、嗯、然后还有阿诺那个也是诺哈，恭喜我们这三位宝宝、嗯、好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一轮的游戏了、哎、先不要看我们的反送哦、然后看一下哈，我们第一个就要冲刺吗？冲刺不用吗、啊、好了，我们先来第一个来看一看哈、好可以吗？可以可以我真的不喜欢好啊，哎哎什么他在动，哎是什么？觉得有可能啊？我那我知道什么？等一下，什么了？我知道，知道了哈。嗯、知道还要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呢？真的好考验很多。可以吃，可以吃，对吧？嗯，花龙果。对吧，火龙果，火龙果，来看一下是不是呢？当当当当，哎，就是火龙果，然后猜对它了、你喜欢吃吗、对对对对，我喜欢，喜欢它。好，火龙果，火龙果，好了，恭喜哈、这是第一个挑战 ，OK 了 ，OK， 好，难度升级哦，越来越恐怖。再见。好，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已经挑战完第一个了，再挑战对一个就可以获得奖品了哈。来看一下下一个是什么？来，下一个，确定吗？这个很恐怖哎，你先来，没关系，来吧。嗯，
没有，没有，往下一点，再往下一点。他真的害怕。拦下，拦下。哦，哎，虫子，是吗？对吗？长长的，软软的。哎，我。哎，可以拿出来看一看了，对吧？什么东西是？对，但不是虫子，不是虫子，但是，有吃过吗？这个有吃过，不是害怕，不是害怕，不是很害怕。这个是我们的糖果，对吧？糖果的，糖果。好，这个没有猜出来，嗯，还有一次机会，好不好？还有一次机会，来。接下来下一款，我跟你讲，下一个难度升级了。我们今天呢是介绍了很多我们 DIO 卸妆膏的这个各种不同的款哈，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介绍了6款。6个，嗯。然后接下来就让你通过摸的方式，盲盒的方式来猜一猜是哪一款。哦，好的好的。很有难度，对不对？很有难度，来看一看是哪一款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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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个可以直接摸它，然后感受一下它是哪一款。哎。这款，哎，知道了，我知道，我知道，是哪一款呢？好，我知道，是 Dior 的，草莓，蛋糕的。哦，草莓蛋糕限定款，确定吗？确定，确定。好，来，三二一，哎，就是草莓蛋糕。草莓蛋糕怎么摸出来？因为它外面就是有这个凹凸不平的这个设计，对不对啊？好，非常棒哈！这个就是我们DIO的草莓蛋糕的我们的限定款，各位小伙伴们。而且这一款我们明星的限定礼盒呢，就是在我们的二号链接，在我们的二号链接哈，可以赶紧去入手这一款。这款是我们赞多力荐的限定款啊，就是数量非常有限的哈。好了。你刚刚全答对了2道题目，好，可以给大家送出一个福利了。好的，这个福利就是可以跟我们在座位上小小的展示一下舞蹈。舞蹈 ，OK 吗？可以哦。OK，OK、okay? oh, okay.。好了，大家来做好准备哈。等一下，需要三二一 music 吗 ？OK， 来，三二一 music。我们待会儿在送出第三轮奖品之前，我刚刚听到我们的小伙伴们说我们的我们的这个限定礼盒呢，赞多限定礼盒有好多小伙伴还想再了解一下它，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好不好？好，就是刚刚看到的我们这一款，真的好多小伙伴们在看这一款哈、说非常喜欢它里面的这一款啊，好多小伙伴们都想入手它。这一款哦，小伙伴们是在我们的二号链接，在二号链接里面有很多，这是我们DIO和赞多带来的这个联名的这个款哈，里面有很多，首先赞多非常喜欢的这款贴纸、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这个非常漂亮的贴纸，然后对多效卸妆赞具你心，对，有它，还有草莓的这个可爱图案、然后呢里面呢还有赞多的，哇，这个真的好喜欢哦，这个帅吗？这个帅啊，好想拥有它，然后放在这里然后还有就是赞多的这张明信片哈、非常非常的帅气的这张明信片，然后最主要的是今天我觉得这个礼盒各位小伙伴们如果入手了之后呢，就是完全可以满足你一年365天各种卸妆的需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草莓蛋糕款，这一款对90克的哈，然后呢里面呢还有各种不同的功效的、这个是我们的滋润款的滋润感、这个哈赞多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款，这款呢里面是含有葡萄柚的，我们的清洁款的，清洁款，对对，然后这个是赞多熬夜的时候特别喜欢用 的，对，特别喜欢用的修护款哈、特别喜欢透亮款，这是我们的透亮款、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一款，如果你的肌肤像我一样有的时候会有敏感肌的情况、用它做一个修复效果非常非常棒，这一款呢真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你坐飞机的时候出差的时候、带上飞机方便的，太方便了 对吧。好啦，跟各位说一下这一款呢、现在是在我们的二号链接，只需要598就可以把它所有的都带回去、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我现在就想赶紧去入手它了、好吧，这一款在我们的二号链接哈，各位小伙伴们可以赶紧去入手它、好不好？好，来，当当当当，收起来啦！刚刚我们说到说我们今天还会有
五位幸运的小伙伴，在你的舞蹈福利之后呢，会给我他们抽出我们的五位小伙伴，送出我们45克的西装膏，还有赞多的明信片一张。嗯，然后我们现在来抽出五位，好不好？好，这一轮呢，跟各位说一下，这一轮的口令有点难哦。嗯，这一轮的口令，我们今天呢，其实赞多在直播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个哈，就是我们打开我们明星限定礼盒的时候，里面有的这八个字叫做。多笑卸妆，多笑卸妆，占据你心，占是占据你心，对，多笑卸妆，占据你心，对，好吧，小伙伴们现在赶紧刷起来，多笑卸妆，占据你心，占是赞多的赞哈，来，迅速刷起来，我们待会儿54321，然后送出来，好不好？来，刷起来，刷起来，刷起来，大家在刷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打一下节奏，好了，做好准备了吗？大家已经刷起来了，我们就开始抽喽，可以吗 ？OK 了吗？啊。来，做好准备，五、四、三、二、一，恭喜！恭喜我们这五位小伙伴哈，是获得了我们45克的宣传膏，还有赞助的明信片一张。稍后的时候我们会公布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哈。嗯、恭喜恭喜我们这几位小伙伴们。另外还有一个今天在看直播的时候的一个重磅的福利，就是助力榜里面的前三名的小伙伴会获得。我们赞多送出的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好，你亲笔签名的要送给他们。所以说呢，中奖的这三位小伙伴已经能够看到了哈，他们在前三名，然后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购物车的二维码，添加到我们的客服的微信，然后我们很快就会把我们的奖品送到你的手中了，好不好？好，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链接呢会延迟到我们今天的24点，在今天24点之前，这个链接都是可以购买的，在24点之后，价格就恢复到原来的价格了。嗯，所以想要买卸妆膏，特别是买我们第二卸妆膏的，我们各个不同款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在24点之前赶紧入手它，好不好？好啦，各位小伙伴们，今天特别谢谢赞多做客我们第二微信小程序的直播间，谢谢，然后跟我们展示了那么多不同款的第二卸妆膏，然后呢，最后的最后，让第二跟我们的让这个赞多跟我们第二卸妆膏来打个 call 好不好？好，重磅的推荐一下我们的卸妆膏。好，第二点赞，哒哒哒哒哒哒哒，希望大家注意身体，然后我也会努力，继续努力，所以给大家。更来非常好的舞台，期待哟，期待哟，恭喜我们，哎，大家，我们看看刚刚那个第三轮中奖的小伙伴名字也出来了哈，肖爵，然后是三火焰，然后唐一二优迪迪哈，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我们这五位小伙伴。最后的最后，是不是可以公开我们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了？最近在写日记，第一篇日记写的是什么呀？什么呀？写日记哦，最近在。啊，今天是第二大直播间，非常感谢这个。我们期待后面可以后面越来越顺利，好不好？好，谢谢。最后再一次谢谢观看我们第二直播的各位小伙伴们，谢谢大家，也再次提醒各位，我们今天的直播的链接呢会挂到24点钟，在24点之前都可以选择你需要的第二的我们的卸妆膏。最后再一次谢谢赞多，也看谢谢观看直播的各位小伙伴们，谢谢大家，早点睡觉，拜拜，我爱你们。